要邀请的呢，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另外一位漂亮宝贝，也是我们才华洋溢的，他是双乐器的老师哈，不仅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，而且也是我们的小提琴老师哈。现在呢，每个人呢都必须要哈，越来越多的才艺哈。单单只有一种乐器呢，可能没有那么吃香，否则你就是要永远都是第一名哈。那我们这位才华洋溢的这位漂亮宝贝呢，也就是我们的一心老师，接下来呢要为我们演奏的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大家都知道邓丽君对不对？永远都在怀念她，那永远都是我们的歌后。她想要为各位呢演奏一首非常好听的怀念金曲《我只在乎你》。舞台的时间留给你们，小提琴老师演奏，会唱的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，欢迎我们的一心老师。熟能详的歌曲，非常的棒的歌曲哈，好。